是我孩子比赛的磁带，您就看看吧，啊，您就看看。名单已经定了。我求您了，您就帮帮忙，您就帮帮忙看看吧，啊。请你跟我走一趟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文化馆失窃。别！你们二位跟我们回去，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一趟吧。哎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你放开周老师吧，我求您了。同志，麻烦你个事儿。帮我找一下杜笑笑的影像资料。什么杜笑笑、刘笑笑的？说清楚点。就是全区青少年舞蹈大赛里边得第一名的那个。没有。不是，我记得当时文化馆好像专门派人录来着。那你找那录像的去啊。是他让我来的，他说影像资料已经入库了。真麻烦。哪个少年宫的？我不是少年宫的，我是孩子家长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们这儿资料拒不外界，尤其是个人。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家孩子他着急用，而且他要给老师看，要不然他上不了学。你根本不符合规定。符合啥规定啊？必须带有直属领导许可。就你这样个不高，穿衣服那么土，你能认识哪个大领导啊？虽然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能争取啊。别费事儿了，哪个领导家的大门冲你开呀？同志，我就求求你了啊，你帮帮忙，通融通融。我正忙着呢，哪有功夫搭理你。同志，我就求求你了，我家孩子他必须得考上艺术学校，你说他要是考不上，他就还得等三年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这三年，我是穷，可是我养一个艺术生是真的不容易。你说，我就为了给孩子省钱，我连公交车我都不敢坐。而且，他要是再碰上一个演出，或者是参加什么比赛，我还得四处的借钱，借钱给他买演出服。可是这演出……行了行了，别吐苦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那男的你看着了吧？啊，看到了。他就是我们馆长，只要他同意了，我就借给你。好，谢谢同志，谢谢同志。馆长。哎，馆长不在。那他去哪儿了？去省城了，出差，刚下楼。谢谢啊。馆长，馆长，馆长，同志，我没找着。要说呀，也不能怪你笨，得说我们馆长太敏捷了。我们馆长那可是出了名的一阵风，要不是今儿他有事来找我，平时我都找不着我们馆长。你看，我这要签字报销的单子都压了好几个月了。那怎么办呀，同志啊？你别烦我了，我这儿忙着呢。同志，我就求求你，你干嘛呀？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这可是我花了一个星期织的，你赔得起吗？去我帮你织，我织得很好，我帮你织。我用不着。同志，我求你了，我帮你织，你给我录像带啊！你还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手续不合格，一律免谈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求你了，同志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，你不要你了，别再来了。哎，同志呀，我求求你了，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啊！妈，我走了啊！妈，哎，妈妈，你能不能不去省城啊？哎，不行，妈妈要去办事儿。可是你一去，顺子他又该欺负我了。有奶奶在，敢，就是他敢。啊，对了，妈。如果那个女的来找我，你就让她去火车站。
啊。笑笑，妈妈一定能让你上艺校，你放心。录像带怎么缺一盒呢？呀，小偷！小偷，我看见你了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，你给我站住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文化馆资料室啊。啊，我们都遭小偷了，资料被偷了。你们快来人吧！周老师，这是我孩子比赛的磁带，您就看看吧。名单已经定了，我求您了，你就帮帮忙，你就帮帮忙看看吧，啊！那行吧，我先看一看，必要的时候我再交给艺校的领导。好，那就太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，谢谢谢谢。请你跟我走一趟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文化馆失窃。别
请你们二位跟我们回去，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不是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一趟吧。那是我一个人干的。